今天睡蛮久的，因为昨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昨天我睡很少嘛，所以今天睡特别久，然后很开心，睡那么久，那大概11:30才起床，然后就做了一个吃的，就开锅。今天更素没有，我是因为帽子的关系。然后其实我觉得今天的妆也比较浓，可是跟昨天一样，就是我没有画那个眼线，我是拿了一个梳子，超大的梳子，这是诗源送我的生日礼物。哎，笑死了！刚刚那个特效，瘦脸特效，不小心被我挡到，然后对，拍谁？我又有开瘦脸，因为我的脸太大，我的五官都是大的，很吃亏，你知道吗？你们知道吗？就是呢，可能别人哇，你看，呜呼呼。我的五官是大的，所以我的脸也是大的，你懂吗？就像林玉馨那种，就是脸是小的，五官也是小的，她是比较精致的脸。我的比较就是什么都大，鼻子大，嘴巴大，眼睛大，脸也大，脸也跟着大，真的是超级难过。身体也比较大一点，真的是，你懂吗？很吃亏，拍照很吃亏。好了，我不介意这个，反正大家习惯 ，OK， 习惯就好，就大家喜欢，习惯就好。嗨，这是用来梳头发，可是我用来，就我身边没有梳子，所以说啊，看到梳子哎，就拿起来梳我的刘海，所以有点奇怪，是不是？耶、yeah, ，你们比较大只。你们比我大只，我站在你们旁边，我都觉得自己好瘦哦，耶、yeah! ！嘿嘿嘿，哈，比例，谢谢，谢谢你说的比例不错，我还蛮开心看到你这样子说，至少你不是说，至少你不是说，啊，没有很壮啊，这样子好，你懂吗？就是，对，不错哦，哎呀。在捷运站看到我，真的吗？为什么不叫我？叫我啊！叫我来要死我！我在捷运干嘛？我在捷运滑手机听歌啊，然后还戴了一个帽子。应该有对，你的朋友在哪一个捷运呢、啊？啊，哦，你朋友，你朋友肯定，那个是不是小蝶？那可能是小蝶。好紧张啊！然后这怪我呀，好像看小迪耶这样，看到我自己一个嘛。因为我昨天有跟他们一起走去捷运站，然后，可是我是自己坐车啊。对对对，没错没错，不错不错，对对对，没错。我觉得是可以叫我啊，因为其实虽然会有点怪。哦，好的，不要讲不讲 ，OK OK。怎么说呢？因为我是那种我看到粉丝我会哎嗨那种人，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有跟大家聊过这个事情，然后他们都说啊你自己去叫人好像不太好，所以如果你们看到我，你们可以叫我，我真的不会因为我是那种我不会介意，而且我觉得有被认出来我很开心的人，所以你们可以叫我，一看到我说哎小丽奇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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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肯定不敢，你们肯定是那种请问你们，笑死！好了，我一个刚才开五分钟都没有，我讲了好多是笑死。对对对，挥手算了，挥手也是可以啦。可是我是不会去叫，不是，你懂吗？就是因为我太常直接去哎嗨，这样子好像不太好，所以我觉得哎呀，还是不要。对，还是你们去叫我，我是不会叫你们的。可是如果我看到你们，你们看不到我，我会，我看到你了。然后在直播上面，我都会说，哎，我那天看到谁谁谁。然后你们说，哇，真的吗？真的吗？这个。然后，昨天，春酒嘛，就我也想发文，可是我还没有收到照片。谢谢小月的214爱你。然后你们说什么？我看一下。
推我们啊，你推谁？我肯定你们看到我之后，我第一句问你们的就是说，那你推谁？那你喜欢哪一个成员？是不是我？不是我的话，我先走了，不好意思。笑死我！然后我想说什么？我忘记了。我要说什么？金鱼脑。OK， 你们先慢慢就是买吃的，买午餐做午餐什么的，你们先去忙。我忘记想说什么，我先思考好不好？其实我昨天吃蛮饱的，所以我觉得啊，我是说我要发文了，对。他们拍完了，我就问他们拿照片，我就发照。对，然后我刚收到了，所以我蛮想要，就是现在发的。可是呢，我还没有思考要如何去发，因为我好累，我还想睡。啊，虽然说。我昨天没有饿到，我是吃很饱，可是我回家还是有吃点东西，所以是因为这样子可能有点肿肿的吧，就是眼睛方面有点肿。然后昨天买了蜂蜜，好爽。谁会那么白，一次吃完去量体重？你知道吗？通常你吃完之后呢，你重的是。你食物还有那个水分，所以其实啊，那个说不准，太白痴了。通常是不会这样子啦。谁在吃完之后去叫我去量体重？我会直接叫你去，那你自己先量，你自己先量。对了，老实说，我刚刚在用蜂蜜，不好意思，说没空理你们，蜂蜜最大。你才拉肚子，我一天一罐也不会拉肚子，我是铁胃。除了沙茶酱以外，还有什么酱是不会消失？不会消失什么酱？沙拉酱我也很讨厌，我不喜欢沙拉酱。你才素颜，没可能素颜，你全家都素颜，胸屁有嫌弃。我没有素颜，我只是今天比较素。你看我是有眼妆的 ，OK， 有看到吗？还是有眼妆哦，我今天花了一个小时化妆，你知道吗？一个小时，很快嘞，还连这个刷牙、起床。我只是没有画眼线而已。好好笑 ，seven 也会素颜，好不好？我不喜欢吃那个沙拉酱什么？哎、啊，有一个是桂冠，是不是吗？桂冠沙拉酱那个，我不喜欢吃那个，那感觉
那个就很，就是好像在喝油，你知道吗？反正你懂吗？然后我不喜欢吃草莓的时候加炼乳，因为本来草莓就是很甜，然后加炼乳就更甜了，就有点甜。是，我觉得我眼妆还蛮重的，还蛮比体重还要重，比重训还要重。然后我今天是应该有水肿吧，因为我昨天呢，这我不是说我回家之后有吃东西吗？然后我吃一吃，我觉得啊，因为我吃饼干，我觉得有点甜，我就加盐巴去吃，然后就哇还加蛮多，所以有点对。沙拉酱，那个什么桂冠的那个，它的名字是真的叫沙拉酱，不好意思。然后。我蛮喜欢吃啊，蛮喜欢吃那个胡麻酱，然后还有那个和风酱，什么橄榄油的那个意式的那个油醋酱，我也很喜欢。所以，所以就是我比较喜欢吃酸酸。有香味的酱吧，可是我都很讨厌加什么凯撒酱那种，我不喜欢。对，胡麻酱配冷面超好吃。我记得以前我在高中的时候，学校附近有一个小吃店，小吃店对，然后他有卖那个什么胡麻酱乌龙面，那时候叫什么乌冬。就是香港是叫乌冬这样子，可是台湾叫做乌龙面，所以我那时候下课，我跟朋友们就会去那边点一个，那时候才5块钱，就是大概20块台币，然后是点一个胡麻酱拌乌龙面，超好吃的，有时候会吃两个。沙沙酱我也喜欢。反正美式的酱不是凯撒沙拉的那种凯撒酱，我都喜欢。Hello, Sally。现在可能要加价吧。我跟你们说，啊，谢谢 L 的小浪花。港式沙茶酱，美式沙茶酱，不喜欢美式，不对，不喜欢沙茶酱，我喜欢蜂蜜芥末酱，蜂蜜芥末酱要沾那个猪脚，德国猪脚，沾好沾满才好吃。然后我还喜欢，不是，我刚刚讲到学校附近，然后学校附近有一个消防局。叫消防局吗？就是那种突然会呜呜呜的那种消防局。然后我们就是我跟朋友们下课啊，就有时候会走那条路，有时候走别的路。然后如果要买那个乌龙面的话，就会走那个消防局的那条路那边。就我们每次经过看到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消防员那么喜欢打排球。消防局就是那种有火灾之后有车出来的那种，你可以边听一边睡，我不会介意，如果你觉得在这边舒服的话。会差一点跑，我应该知道懂得好好，在香港的大家应该知道我读什么学校，你们可以去踩一下，没什么好踩的。而且那条街跟你们说超多狗的大便，虽然你是可以去踩一下，真的是可以去踩。你是经过华富根，你在华富根做嘢？但为什么就是消防员那么喜欢打排球？我也想要问 Taiki 这个事情，因为我知道 Taiki 是消防员嘛，是吗？那你们有这个喜欢打排球的
这个啊习惯嘛。对啊，真的是真的是踩大便的踩 ，OK。台湾的消防队都在打篮球，是哦。对，而且跟你们说，我学校附近那条街，你晚上走路的时候，你看着地板，你会看到地板有那个很闪亮亮的感觉，超漂亮的。啊，没有到很漂亮，这特别。台湾打篮球比较多，还有棒球。原来啊，达人说在那边坐车回家会经过那边。月校跟 Taki 相处十年，他不打球，真的，你们认识十年了，你们是一起喜欢 TTP 对不对？我们台不是。不好意思，是香港，是香港的消防局里面一定会有排球场，可能是因为地不够大，所以没办法去，就是用一个篮球墙。没关系啊，因为我平常，说实话，谁会就是我突然回去我的高中，怎么可能？然后你们可以去，真的是去我学校附近踩一下大便。踩点大便，而且我在讲的是高中哦，我不会讲大学哦，放心啦。你最多会遇到我的师弟师妹们，可是他们都不认识我，因为我已经毕业快四五年了。Hello， 浑身 DSC speaker 会很好。选错 ，specking 笑咗。昨天想要分享到现实动态，可是我没有分享到，因为我睡死了。很赞耶，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如果你们有兴趣。谢谢沐雨潇潇的文声。看起来特别累，继续睡了，超爽。没有人问你国术，你可以不用自己说，谢谢。采菇掌，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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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采购歌，我在唱一些很无聊的歌，还谁？我连刘海也没有夹。大家就会看到我、啊，那大家看到我就会有点，就是你懂吗？就是我只是来参加，就是所以我是不会去的。国叔，我真的没有在问你熬夜在干嘛，我真的是没有问你，真的，你可以不用说，你可以安安静静的啊，小丁哦，好哦，哦，原来就这样子好了，乔装一下。最喜欢哪一道料理？他有一道什么？哎，一开始的那个什么拼盘啊，对了，那天我所会的要求我都忘记了。啊，好烦，那这么快就要我所会了，我一直想说，应该还有很多很多时间吧，那我可以以后再决定，哎，我要穿什么啊，我要干嘛干嘛。结果，哇，原来已经快28号了，要求。你不能自言自语，可是国叔你现在的行为就是自言自语，你知道吗？有没有人曾经告诉你，你的行为就是自言自语呢？衣服好了啦，我已经想好要穿什么，可是没有想到时间过那么快，真搞笑。你们不用准备什么啦，你们直接就是穿泳装过来，我也是可以拍照。可是不要，你会被出镜。说的是握手会，我一直想说三月好久啊，还有好久才三月，结果，哇哦，还有3-4天就三月了 ，Oh my god！ 不要，我不要看到你们泳装，谢谢你的建议。北极星讲说谢谢你的建议，我会考虑，可是也不一定会采用。跟穿泳装的你们拍照，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穿的风格不是那个夏日风格，所以大家可以不用穿泳装过来。谢谢你的建议，我是完全不会考虑你的建议的，小迪奇。你不要以为你叫我穿泳装，我都会过来哟，我都会穿过来哟。这白痴，小白痴，小迪奇，小白痴，金鱼脑，怪嘴炮我。你怪嘴怕我那个什么，金鱼脑，然后我就会嘴你。你全家都金鱼脑了，你才金鱼脑。冬日风格的泳装就是一整套的，然后穿一个毛衣，再穿一个毛裤子。Wake me up and your house, I am San Francisco Street。拍谁还没睡醒，有点甜。你们才穿泳装呢，白痴了！我要那个啦，发文了，我还文案还没打好，吵还在吵我，我就已经忘记要发文的东西。三台，阿华太油了，不能接受。问今天说阿环怎么变了？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了？是谁？你最近跟谁走太近，变那么油？肯定是国树。被呛，好爽！是你们很爽，是你们被呛到很呛，被呛是什么？被呛到很爽。坤坤应该很快都会拿到我的生日T了吧？
有个白居酒。嗨 Andy， 我、要说一个我很坏的事情，那些 Andy 的告白技巧哦。然后呢，很坏的事情就是呢，就是我有一天的凌晨，前天的凌晨，我还没有睡，然后我就跟我一个好朋友，就是。我就密他，我就说，因为他也叫迪，所以我就说迪，我有一个很棒的企划，然后他隔天就回我，什么企划？然后我到昨天凌晨才回他，然后他想说，对不起，是我先开启这个话题，可是我都没有回你，因为我都一直忘记打字，然后。我就昨天凌晨回他，然后他也马上回我，就是我问他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东西，然后他就解答我，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现在在面对的一个选择困难，对，然后他现在回我了，我还没有打开讯息，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坏，因为是我先开启这个话题，可是我没有马上回他，这样就有点拍谁了，懂吗？我是说，因为你的话，你可以发一堆问他给我。那我跟你说，你就肯定不是我的朋友了，因为如果遇到这种朋友，我会马上封锁他，就一直问他问号。就没回都没空啊，没空都没回啊，你懂吗？我从来没有朋友会给我打问号，你知道吗？给我打问号的都不是我的朋友，对，是会直接被封锁的。恭喜你成为被封锁第一人，耶、yeah！对，没人，哇，你知道吗？这无耻，无耻，这你知道什么叫很无耻？谢谢 Rex 的告白气球，谢谢黑黑的许愿瓶，好久不见，谢谢黑黑。嘿嘿，是微微的朋友是不是？很丑，很丑是什么？我刚刚讲了什么？什么很丑？是我很丑，还是我刚刚讲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哎，高明啊！Help me！ 这是。猴扯，我刚刚说的是猴扯，猴扯的意思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这广东话我们很常会用这个字，就是很感激啊。我知道了，我讲一个例子怎么去解释这个字，猴扯 CHUR。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现在在追一个女生啊，比如说阿华好了，阿华在追谁好呢？在追国树好了，然后啊，不要反过来，因为感觉这是国树会做这种事，对。那比如说国树在追阿华，然后那国树很喜欢阿华，所以他就一直给他传讯息，可是阿华就比较。没有时间可以回复，没有时间可以回讯息，或者是对你的好感度还不够多，对，所以阿华就比较少回，比较晚回，比较不太回这样子。然后呢，
博叔却一直传一直传很多很多讯息哦，就一直说，哎，你在干嘛？哎，我今天怎么样？啊，我今天啊吃了一个东西，好想分享给你。啊，我今天啊，你在干嘛？就一直问，一直问，那时候变得很急，就感觉博叔就很急，就一直想要阿华回。可是阿华这种明明就在忙或者是有事情不能回，可是你却一直给他传讯息，那这个行为就很，就感觉到博叔很急，然后就很急，对，很猴急，对，没错没错，也不是纠缠的意思，不是纠缠，不是太黏，是好像一直说赶快赶快回我的这种感觉，在猴急，这明明你们都不是那个关系。阿华对你的那个好感度还没有到很高，所以就一直就是赶快，国叔就赶快，就一直问，就问，然后阿华说怎么那么急啊？他怎么那么急？就是这个感觉。我真的觉得我的爱迪生们，就是香港的粉丝，一点都不会这样子，超棒！我觉得大家非常的冷静。所以我很喜欢我的粉丝们，台湾的也喜欢，香港的也喜欢。要换人吗？这个故事不用换人好了，不用换，这个、非常完美。因为感觉国柱就是会比较急的，对。现在多谢大林的九百黑球啊，多谢你同我九百。Hello， 快乐皮皮，我是快乐弟弟。我真的是，我不是说我那个公演的时候，我们讲到过年，然后就讲到那个发红包的事情嘛。然后我妈刚刚给我传讯息，我相信我妈应该在看我直播。我就想说，不要给我汇那么多钱，自己留着用。我要回他，自己留多啲用啦，就是自己留着用吧。我直接回一模一样的讯息，然后给他一个心碎的。我跟他说我花不了那么多，我使唔到咁多钱。哦，好难过、哦。虽然我最近去买菜买了蛮多钱的，可是也没到不会用。黐线 ，Never Key 乱讲嘢。Never Key 说，哎。阿姨你好，我是小弟的男朋友。闭嘴，白痴啊！原来帮主一直对你放电，我怎么对你放电？我全家都对你放电呢、欸。然后我妈说：“我给你，就自己把它存起来。”我说：“那我回她好吧，好吧。”哎，六。我要拍给我妈看，我拍一下你的这个留言，会笑死我了。我拍了，然后我拍了你那句妈没关系，你现在看到的这些人会养我，然后我就打了一句笑死，我看他怎么回我。哎，那怎么念？入睡。请在那边排队。不要啊！我妈回了厉害耶，这样子。我说，我要白痴了，他们在乱讲话。可得乱讲耶。哎，你们不是说要就是
买生写真什么的吗？你们是不是把东西放在购物车还没结账？赶快去结账！2月28号之前赶快去结账，不然我就不能破我的业绩，气死我了！赶快去结账，我要破我业绩，知道吗？我要压线，不要压线，还是你们要什么贷款？贷款结账？好，我借，我给你们，我给你们，赶快去结！我要破我业绩。生写真那种吧，我不知道哎。过了。真的哦，已经结束了。OK，OK。等我一下哦。谢谢你的告白气球。哦，可能是 ATM。谢谢契尔的带你去流浪。哎呀，吓死我！好久不见，好朋友们。大迪去散步，带我去散步干嘛？爸爸乌拉拉。Ramsey， 我不想读你的中文名啊！我说我不想念蓝斯的中文名字，拜托。河滨公园，哪一个河滨公园？什么？台北河滨公园，那北极星说我去过啊，我有去过啊，我 IG 还有 PO 呢，我去过，对，我去过超大的，好厉害哟、哦，啊，还有河滨啊，好多花花草草，可是好多蚊子，嗯，好可怕，其实我忘记嘞，然后狗英们呢，在等你。吃鸡蛋。我眼睛大吗？嗯，还好。他真的有找到他，有跟他说圣诞快乐吗 ？OK， 还有圆滚滚。
冷冷的说滴，那我说滚。哎，这太难过了，我应该说圆这样吧，不是说滚这样吧。Ramsey， 我是不是太有才了？这样组合，我给你们唱一两句。我觉得最近天气，哎呀，好热。拜拜，这是雨，这是我的毛巾，拍谁？好，去上课，去，赶快。有点卡痰。1999，卡老痰，就是你的，这些老屁股卡。什么发言？乱发言。这是1922。OK。OK， 我这样子真的没办法唱。等我声音好了，我先弹一下。有没有发现我最近没有叫你们名字？我都不想叫你名字，不然人会数啊。前一期叫了北极星一次，前一期叫了国树一次，前一期叫了 Navlaki 两次，前一期没有叫谁谁谁，我烦死了！你们还不吵架？搞到我，好好相处不好吗？最怕你们，对啊，所以就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手画心，好为了手画心呢。然后今天显尼奇叫了显尼奇，1234567891011121，一直按一直按。长官突然讲说：“对啊，没有念到名字走心，还给我在那边走心。每天已经够多事情要烦了，我还要烦你们的事情。嬉笑啊，我是神是不是？我能控制你们，给我乖一点，你们。对啊，对啊，对啊，到底想干嘛？对啊，我不知道。”那我先开唱其他歌，开一下嗓，开一下嗓。如果可以恨你，全力痛恨你。你很乖，你有吗？赞哦，阿华，阿华超赞的。对
对啊，你们改名字吧，然后我都不知道你们谁是谁，然后就可以避免这个状况出现。OK， 不然搞到的是显迪奇，啊不是你们，那是显迪奇，啊都那苦可怜呐、啊，可怜仔啊，不会讲台语，我刚刚想讲台语，可是发现好像没办法讲台语，所以说还是讲中文好了，拍谁？拍谁？拍谁？什么迪迪卡？外国海婷，我都外国海，你啊外国海婷，黐线，方方最坏系你。这什么？谢谢谢谢大家，欢迎来我直播间，我是卡弹的显迪奇，谢谢大家，卡弹仔。
耶、yeah, 谢谢大家不等我以后再加油 OK 耶、yeah, 等以后十年之后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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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干嘛还有企鹅的比心 OK饿了，饿了就是吃东西呀，怎么了？赶快去吃啦，不要饿到。我是不会饿的，因为我是不会让自己饿到的人，所以我才没办法减肥。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look at her butt。我走音了 ，Oh my god！I'm so tired of love song, wanna go home。再一次好不好？不好意思。Just wanna go home, wanna go home, wanna go home，Whoa！Just wanna go home, wanna go home, wanna go home，Whoa！对啊，我刚刚在吃优格。请问你在吃优格吗？对，我全家都吃优格。睡啦。博弈很胖胖，博弈胖。哎，这首歌好棒哦。有点想你，有点想我，有点而已哦。有点难过。Wake me up, lost in a highway.欢乐，这首歌不是这样子的。OK， 一点点 ，OK， 一点点也是有啦。Waking up in your house on a San Francisco
turn out all the nasty weather. And it's all in front of you, all in front of you and me. Oh yeah. 好赞哦，好喜欢这首歌，你们有听过吗？有画面，有好有画面哦！你在看的是直播，所以当然有画面啊！哦，好赞好赞，嘎仔好棒！哎，越来越一家咯，我看这个嘎仔有越来越一家的感觉，我觉得太棒了，你真的是太棒了。Waking up your house, truth is God's free.哪有嘴，我是说我是真的啊，真的啊，放水偶像这不好吗？这是好事，希望你们越来越跟小弟一样善良，自己说这越来越就是你懂吗？这不要你懂吗？ OK 干仔哎呦，开玩笑啦！可是我有时候我是没有那个嘴炮的意思，可是大家就会觉得我在嘴炮，我这有点小难过。你就没有那个意思？咦 ？OK， 嗯哈。谢谢 Happy Love 的爱的小熊，谢谢你。我要那个弹什么好呢？有什么歌 ？Watermelon Sugar High，Watermelon Sugar High， 有听过吧？没有 ，OK， 没关系。哎呦，谢谢 Happy Love 的许愿瓶。对，我是嘴炮鞋。嘴炮的鞋子，嘴炮的笛子，我蛮喜欢嘴炮。可是我觉得嘴炮是因为我跟你够好，我才会跟你嘴炮。OK？ 哎，有听到？对啊，我每次听到那首歌都想吃西瓜。我的美术哥嗨，懂吗？够好才会嘴炮啊，够懂我才会嘴回去啊，不懂我的才会走心。OK， 希望大家。陪我一起嘴嘴炮，我还蛮开心的啊！如果不喜欢的话，我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跟你们相处。OK， 哦，就是用那种，比如说，我想一下，如果你是跟我喜欢跟我嘴炮的话，那如果你今天跟我说了一件你很难过的事情，比如说你今天排队被插队了，我就会你对，如果你是喜欢嘴炮，然后你今天排队被插队，然后我就说啊，就插好插满啊，你前面那么空间那么大，你自己让人家插队的白痴哦。这我会这样子，可是如果你是不喜欢被嘴炮的，我就会说啊，真的好贱哦，那怎么可以插队？没关系啦，我们就让他好不好？看到那个差别吗？看到那个差别吗？啊哈，对啊，对对对。可是嘴炮完之后，我就会说，哎，算了算了，就这样啦，就反正。就先让他，下一次就会有人让我们了。就对，我会补一个安慰别人的一句话。可是如果你是不喜欢被嘴炮的，我就不会嘴你。前面那个没有很善良嘛？可是第一种的是比较朋友，对，你懂吗？就是朋友才会这样。可是如果不够好的，就会也不是不够好，就是看人的个性吧。
哎，国术这不是抖不抖 M 的问题，这个是一个个性，对，不是抖 M， 对，没错，嘴炮也是要看人的。比如说我跟我哥，我一定是先跟我哥嘴炮，对，就是比如说我哥说，哎，今天买点数，然后啊抽到自己的枪，抽到想要的东西，然后我就会说，啊，不错，好棒棒，好厉害，好厉害呀！我抽那么多还没有抽到，你抽到，啊，这人品问题啊，我就衰，我就烂，我就难过，哼哼，好厉害，不过也好啦，很划算，就是我都会这样子，我都会跟我哥这样。可是如果你是那种不喜欢被嘴炮，我就说真的好厉害呀，怎么可以这样啊？我上一次抽了好多钱都抽不到，我好羡慕，怎么会这样子？看人看人 ，OK， 对，所以就是看人。原来啊，我知道了。通常是比较怎么说，比较成熟，比较可能三十几、四十几岁的人会比较喜欢第二种。可是年轻像我这样十几、二十几，就喜欢第一种。我知道，我知道怎么分了。然后国术是例外，因为国术是比较分在那个三十到四十的那边，就是国术比较喜欢啊，好厉害。也是比较年轻一派的那边，所以我就觉得像小爷这个年纪的这种应该就是喜欢哎要修啊，那种你懂吗？你懂吗？可是我觉得李猫头应该也是比较是就比较年轻的那边吧，对不对？就是比较喜欢我们就是开玩笑，有时候就认真讲讲话的那种人。其实我跟我朋友之间除了嘴炮以外，我们也会很真心的就是聊天。所以对，就要看那个心智年龄，没错没错。阿华讲到我想讲的这个东西，比如说阿华，我觉得阿华是适合跟我一起嘴炮的人。所以阿华请张嘴，请张嘴是什么？请开嘴，张嘴啊，然后阿华看着直播啊，这样都笑死了。真心十趴，嘴趴九十趴，没错没错。因为国术开的玩笑是比较年纪比较大的玩笑，所以我们都不懂。你跟优圈每天都在第一种，那很棒啊，超棒的，超棒，很棒。我也喜欢第一种，张嘴要被当成怪人。我相信你现在就已经张嘴了，我相信。对 I believe in angels， 有听过这首歌吗？没有吧，可是我觉得我好喜欢这首歌，想唱。对，没错，开玩笑还是有分这个频率，没错。To hear them a thousand times
谁，我看一下歌词。If all it is eight letter, OK. If all it is eight letters, why is so hard to say? If all it is eight letters, why am I? 这太难了。Why? If all it is eight letters, if all it is eight.你们自己唱一次，五六。太难了！啊！叫我怎么唱？哎，不是很会唱歌。我脸好大，天哪！全是头发。再次。It's eight letters. 五六 If all it is eight letters. If all it is eight letters. Ah, a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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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If all it is eight letters, why it is so hard to say? If all it is eight letters, why it's on my own way? Why do I pull you close and then ask you for space? If all it is eight letters, why it is so hard to say?It's amazing. It is. Isn't it amazing how almost every line on our hair's a line when your hands is mine? It's like I'm whole again. Isn't that a design? I should speak in my mind.嗨，大家好，欢迎来我直播间，我是钱吉奇，请到桌子照。然后，但是这首歌呢，就是 Eight Letters。Eight Letters 是谁唱？这是 Why Don't We？ OK， 有兴趣的赶快去听哦，不要听我去唱哦，因为它太难念了。而且你们知道吗？那个歌词是很，就是很长，你知道吗？就是很借口，钱吉奇借口。好，我们去听歌。OK， 请多指教哦。如果有兴趣，赶快去听。我超喜欢，超级喜欢这首歌。嗯哼，大家第一次看台，欢迎来到我直播间哦，哈，很棒很棒。You know me the best, you know my worst, see me hurt, but you don't judge. That right there is the scariest feeling.谢谢圆滚滚带你去流浪。留言，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我想要回应一下这个留言。就是呢，
果蔬说，当然啦，不好的人哪会理他，还嘴炮咧。然后阿华就说，这样果蔬每次都体无完肤，一定很好。我跟你们说，不是哦，因为果蔬他不是嘴炮那一派，果蔬是那个啊谢谢的那一派。所以呢，我跟你们说，果蔬呢，他被嘴的体无完肤是真的，他被嘴炮哦，不是代表小迪真的对，这是跟他好才跟他嘴炮 ，OK， 懂吗？大家说，请大家就知道这个东西，不是啊、再说一次哦，听不懂的，请大家打开你们的耳朵，像我一样这样子打开你们的耳朵，然后呢，我再讲一次，嗯哼。因为果树呢，他是被分在不是被嘴炮的那一派，所以呢，我嘴炮他是真的在嘴炮哦。如果你是被我分到你是嘴炮的这一派，就代表着你真的是跟我很好，我才会对你嘴炮，你被嘴体无完肤才是我跟你好哦。OK， 懂吗？嗯，对啊，特意挽回很多，因为我要补枪。OK， 补枪，我现在补好补满了，现在心情觉得好好，所以请大家不要误会，我现在解除这个误会，我就很开心了，你知道吗？因为我太常被误会了，所以我一定要解除这个误会啊，好开心啊！啊，谢谢谢谢大家，懂哈？嗯哼，懂了懂了就好了，最怕你们不懂，不懂我可以再讲个十次没关系 ，biu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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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 补枪 ，boom boom。我是硬要回这个，因为我就是很怕，我是很怕大家不是会很羡慕果树吗？大家不用羡慕，你需要羡慕的是小迪愿意跟你嘴炮的，要不要帮我上个字幕？也是可以不用啊，我觉得这一段我们自己私聊就好了，我们在这里私聊，就是就是我们把误会解开，解释清楚，我真的觉得啊，好开心，好凉透，凉透心，对吗？不是私聊，是这个，你懂吗？哎呦，不要因为我香港人就欺负我中文不好。哎，这个鸡是什么鸡？可以关掉吗？哦，关掉了，好爽。嗯哼，你知道吗？有误会一定要解除哦。嗯，好吗？啊！没错，好。顶级。哎，顶级都，现在盛颖的文手里。妈妈有鸡。啊，对了，我想说，我现在就已经我懂了，我知道用什么方法跟你们相处，我知道你们喜欢怎么样对应，对，我已经分好了。如果我有分错，请告诉我。分错，请告诉我。这么棒，好开心啊！
啊，受不了，我真没办法，你知道吗？我真没办法对着你们这样子，哎，这很不真实，我真是快死掉了。哇，这什么歌？如果你要强迫我用这种，你要强迫我用这种东西，我真的是没办法。我跟你们说，对啊，啊，可是呢，啊，你喜欢刚刚那首的，给你听，给你听，我没有听过的，这个吗 ？OK， 不要 skip。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我跑这干嘛？天哪 ！Oh my god！ 我一听到我就有点心寒呢，就是有点 I'm a creep, I'm a riddle。可是呢，我有时候 也有这种可爱的一面，谢谢大家。所以我只会表现到真实的我。可是如果你喜欢看到怎么样的我，就让你看怎么样的我吧。帅吉他，心弦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嗯，这个好可爱哟。然后，比如说我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国树洲。Andy， 还有谁？我觉得主要是对你们就会喜欢啊，可爱的这样的我。可是我这你懂吗？这就是对，你懂吗？就是这我真实的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子，真的。可是比较长的就是这个。这样子的我，就是哦，哼，哦，好哦，不错哦，哦，真的哦，好好，这样，拳头硬起来。好啦，你就是喜欢这样子啊。80%是想到什么做什么，没错。OK， 你懂我哈。全家都怪你，每天都怪好不好？哎，你是说我之前先说说自己好不好？我真是受不了，我要忍不住要啊，唱歌，好烦哦。我觉得你知道吗？有时候很难过的时候，然后很乱的时候，看到班长的脸，就会你知道班长就会给我一种很安心的感觉，所以我要赶快看班长的留言。班长，我看到你名字我都很安心了。哎，赶快随便打什么，我不会管什么留言都不管，我就看到你名字我都很开心。
我在等待颁奖的哦，颁奖啊。救世主颁奖，对，颁奖救我，颁奖照亮我的每一天，颁奖现在是我的 Starry Starry Night， 我小曼来了耶，陪我开心呢，哈哈。找一个适合自己的音呢，不是，人哥救我！哎，亲爱的比心，我现在我一今天一直中分呢，受不了头发。哦，再来中分仔，谢家哦，为什么长？If I could turn back time and make it all alright, only pieces of you and me can live one more night. If I could, 我听歌，我翻了一个白眼，对自己翻了一个白眼。谢谢小尼奇送小尼奇的一个白眼啊，好翻翻好翻满呐，翻到像天花板呐。Woo! 好赞哦，优秀，优秀的身体。Now I try to leave it, oh I try, but you still haunt me, no matter where I go. And you hated my lasagna, but you came back for more. You got me running circles in your favorite store.And I lost you and I lost my mind. And now I try to leave it all behind. But I still see you no matter where I go. 我觉得北极星蛮会读心的。现在揪的告白气球。
Only a piece of you and me will keep me warm all night. If I could turn back time and rewrite every line. If only I could, but baby I can't. So I'ma scream, shout, let it all out. And scream, shout, and let it all out for you. You up like, hey girl, can we talk right now? I know you're far away, girl, can we hang right now? Cause I loved you and I lost my mind. Now I'm trying to leave it all behind, but I still see you no matter where I go. I know it's getting late, girl, I don't care right now. I tried to call you on the phone, girl, but you don't pick up.我觉得很棒，盖着不怕，盖着永远都是可以嘴炮那一方，好不好？谢谢红包，谁那么好送红包？这个气氛那么尴尬，当然要他让他继续尴尬下去，对不对？那我们听一首很悲伤的歌，哈哈，哦，我自己的红包，谢谢，的红包。然后要拿红包就必须要先追踪，大家加油，追踪追起来。然后如果没有追踪的话，好像拿不到红包的，你们可以先拿红包，然后之后再退追，是 OK 没问题，我不会介意，大家放心。啊，不好意思，我的衣服有点微妙。Up in my chest， 你要怎么尴尬？啊，我在讲什么？我在讲什么？我觉得没差，就是大家想要退追什么的没关系，因为这是就是一个很 free 的，我是很 free 的人。对，大家想 free 的话也是可以 free 一点。对，谢谢大家。但是舒服的，我觉得。人生这种事情。Will he play you those songs just the way that I did? Will he play you those songs just the way that I did? 刚滑掉三次是吗？你说那个拿红包的那个东西吗？ Will he treat you like shit just the way that I did? 谢谢摄影的文学礼仪。Cause I don't blame you. 我生日会了，要来了。我晚上最就是都一直在听这首歌，觉得很赞，我蛮喜欢的。谢谢大家来看我直播，很赞。为什么嘴边肉可以那么厉害？我在修我的那个想要发的文的图片，然后觉得哦，怎么看一看，怎么嘴边肉那么厉害，好厉害，好棒棒，嘴边肉。I just wanna make sure you're okay。其实我蛮喜欢，就是不是喜欢，是蛮羡慕
直播不用讲话，然后也很多人去看，然后粉丝还蛮乖的，就你懂吗？就是我还蛮羡慕，很厉害。我就想说，怎么可能这样子？结果是真的很厉害。晚上有睡好吗？还睡蛮好的，谢谢。尬才陪我尬聊。Everybody's disapproval. I should have worshipped her sooner. If the heavens ever did speak, she's the last true mouthpiece. Every Sunday's getting more bleak, a fresh poison each week. We were born sick, you heard them say. 我喜欢唱歌。My church offers no absolutes. She tells me worship in the bedroom.我不知道为什么。应该是他调过音吧，那个声音。这个怎么那么难搞？我知道那个睡觉直播好像蛮好玩的，这以后想不到要干嘛就可以做那个，对不对？还蛮好玩的、啊、不觉得吗？期待照片，睡觉在这会被卡掉。对，我觉得要看平台吧，这个东西的话。要看直播平台。你有点怪怪。谢谢无意的直播的守护灵。欢迎追踪。
我今天切到手，看到吗？切那个小番茄的时候。小事小事，一阳子，就会有一点点痛痛的，可是还行，就是有点刺，嗯，怎么刺刺的？因为我把小番茄当作沙拉的其中一个材料，所以就切到。没有流很多血。我最近很喜欢看一个，就叫网红吧，我不知道。你们知道鼠鼠吗？超好笑！我很喜欢看，因为他很开心。这不是开心，就是很欢乐。所以我最近蛮常看他的影片。对对对，没错，就是那个，就是北极星讲的那个，都没追踪哦，你们没追踪，可是我有看而已。什么叔叔？哦，那个。不认识，这是当然是宋雨。看来大家不认识。对对对。Doctor。蛮喜欢看的，因为觉得很疗愈，你懂吗？就是平常自己可能不能说的话，然后看到他说了就，好开心，就是有点疗愈。对，没错。还问呢、啊？刚刚不是讲过吗？那个我拍那个啦，羽球嘞。我早上起床才看完，很疗愈，然后带着疗愈的心。疗愈的感觉来开直播，然后现在心情也非常的棒。就刚开始的时候，他很想分享这东西，结果都忘记讲，对，就是啦。请大家多支持 The Puzzles。 Hey mom, I know we're good。 很疗愈，你知道吗？我超爱的，最近最爱的其中一个，叫什么？ Hey mom, 网红？我不知道。Guess what? You're real。 你们赶快去看，赶快去看。You did all you could, just to make sure my lifeSorry for the fights and the tone of my voice. Sorry for the nights when I'm not in my choice. I just find my hands in me now. I hope it's not bad. 生日会，可是很早以前就已经没了，卖完票了。对，看你有没有买。如果你没有买的话，都应该
不是你的下一场活动，懂吗？就是对。但新闻简介超厉害的，我看的时候也想说，怎么可以剪的那么厉害？就是很精华影片，但你去看直播可能不会那么有趣。可是你看新闻就觉得很有趣。什么拼图？什么拼图？你是说那个公司照的照片吗？我反而觉得我的公司照比较好看，真的我蛮喜欢我的公司照。因为我那个星空那套，我有点这样子，你懂吗？这有点，所以就看起来眼睛小了，然后这里变长。对啊，是不是现场很棒？打拍手。几天前换的，那我希望可以赶快有下一次的活动。我刚以为你说拼图是那种什么拼图 48， 所以我就想说什么拼图，结果你是说德克索斯。昨天换的，我等一下去看，因为我没有注意到。因为昨天大家都在春酒，谢谢袁总们的元宵节。那因为我们要，你知道吗？我们的 MV 没什么人在看的感觉，所以请大家可以多多帮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什么也好，就分享一下。不知道，对，我也知道大家有去刷 MV， 可是要怎么样才可以推到就是？平常没有看 AKB 的人 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乐团的 MV 呢，我不太知道，蛮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看我们的 MV， 所以那怎么分散出去是一个好问题，我一直在思考，我有在思考，可是是思考不到一个怎么样的，因为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会，就是我知道会看 YouTube 啦，可是电视，说实话，我们拼图的那个宣传好像就只有我们团一直在宣传而已，然后可能外面真的接触到我们的人真的不多，所以就有一点。啊，到底怎么办才好呢？如何是好？没办法了，就是国师心智年纪已经不是我们的这个十几二十了，对，所以有点可惜，就比较不太会知道现在外面流行什么，可能就是你知道吗？我觉得。其实我们饭圈也要更新，你知道吗？你知道怎么叫更新吗？就是不能一直跟着以前的那一套，就是我们自己也要想一个，要跟着社会一起进步啊，就不能一直待在自己啊、哦。我认为的 AKB 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要这样子，不是？我觉得是我们需要。创新，不然现在一直一成不变或者是怎么样，大家就会就是定义了哦 AKB 就是这样子哦，就是可可爱爱啊，就没有其他的风格什么的，可是我觉得不是哦，我们也是可以有不一样的，对，因为这种是我们自己创作是我们自己决定的，自己什么风格，自己要怎么样走，是自己去想的，自己去创新，而不是一直跟着以前那一套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不只是我们偶像自己
需要去思考，这粉丝也要去思考，对，要有突破了，没错。可是现在的比较还是以前那一套了。说实话，不管是我们自己偶像自己本身，或者是粉丝也好，大家要了解，好不好？就是要知道这个，我没有在瞎扯还是什么的。我是说真的，就是。这是需要大家一起去思考的、啊、而不是我们现在这样子都已经我自己谁我不喜欢哪一个我粉这你懂吗，就是不是说粉丝之间啊我自己谁我喜欢哪一个成员，然后我觉得他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是可以啦，可是我觉得某程度上大家也要就是互相合作，而不是你现在这样子就已经可能会有觉得哦，觉得谁比较好，谁比较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开始嘴炮成员之类的。我觉得不是这样子，不要这样子，是要就是先大家一起互相支持、互相鼓励，自己内对内里要好好的，就是互相合作，思考怎么把团体推出去。对啊，但是粉丝啊偶像啊大家一起出去一起前进啊，虽然是这样子说，对冠伟没错，自己人先不要互相伤害，可是现在已经是会有这种状况出现，不我说的不是我们，这可能是粉丝之间这已经有分党分派，可是我个人认为合作比较重要，这如果大家可以放下一些可能以前的成见或是曾经有过什么难过的事情，就大家好好的一起努力，这样会比较开心。我说的是台湾，哎，我不知道有没有了，可是我觉得这么多，你比如说你看韩国饭偶像的都一定会有啊，我比较喜欢哪一个成员，就韩国饭圈泰国饭圈香港饭圈什么的都一定会有这种事情啊，因为这种就像是学校的一种，你懂吗，一定会有这种情况，你不用去想到底有没有这种状况，我跟你们说，不管你饭圈多大多少，不管你学校多大多少，都一定会有这种状况，都一定会有，我跟你们说。对，我要先先说是如有雷同是一个巧合，因为我为什么突然会想到这个东西呢，是因为有时候呢网络上面不是会有一些可能讲一下饭圈之间的那种就是发生什么事啊，那我自己也有去看过，比如韩国的饭圈怎么样，韩国的饭圈最近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会去看，因为我人是好奇的啊，人当然会去好奇，是想要知道多一点的东西，多一点事情，所以我就有去看，然后看完之后就发现哦，原来一个这么厉害的娱乐圈，这么大的一个饭圈里面都会有这种状况，所以我就觉得那不管什么地方都一定会有这种状况出现，对，所以我就
想说要怎么让团体变好，可是要先除了我们自己要努力以外，粉丝之间也要一起互相支持帮忙啊，然后一起努力这样。我没有说哪里健康不健康，我觉得所有的饭圈都一定有健康的地方，也有不健康的地方。只是我这样子说是因为我想要先给大家提醒，就是不管到哪里都一定会有这种饭圈的一些状况，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和平共存，然后帮你们的偶像加油打气，这不是你们最原本想要就是走在一起合作的一个初衷吗？这只是这样子而已。对，拍起来我在修，但我是希望大家要好好去思考，不管站在任何的角度，怎么样的事情，就是多除了多去思考以外，也要想想别人，也要想想不只是粉丝，也要想在偶像方面，多角度思考，多元思考。非常重要。谢谢盛颖的告白气球。虽然我刚讲了一堆不知道什么样的东西，可是我想说的是，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多思考，然后从不同的角度去想，不要只从自己的那边先出发，先想。没错没错。就我没有想说，就跟夜风明月，我知道你们就比较了解饭圈这种东西。我也没有想说些什么。可是我想说的，我没有想要指责还是什么，我想说的是，大家要多去思考，好不好？就是不只是自己，你要多为别的粉丝，也要多为营运去思考，就是换位思考，就是想一下自己，想一下别人，想一下啊，这样可能会怎么样啊？思考一下。别人的脚，就别人的难处，要去思考，思考很重要。所以我今天的重点是和平共存跟思考，和平共存跟换位思考。对，好哦，帮我生日会见。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是我很久很久，大概几年了，三四年前，曾经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讲过一个东西。他跟我说，不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必须要去思考。那为什么要去思考呢？因为思考会让你反省，会让你多从别人的角度出发，就可以多了解。其实每个人都会有难处，每个人都会有对，都会有这种状况或者之类的。所以我想说的是，
这个，这我朋友跟我说的，要去思考这个东西，这让我有成长，然后有让我多去为别人去思考，然后有让我觉得我有好像多思考之后真的有进步了，有成长了。那所以大家也要多思考，好不好？就是思考很重要，思考有很多种思考。我笑死我了。这个真的影响我很深哎！我以前有一阵子真的没有进这个团体之前，我有一阵子也是蛮低迷的，所以我之后有就是有时候可能那时候还有 ROC 录音这个东西，所以我在 ROC 里面就跟这个朋友聊天，跟他聊的时候就发现啊，他讲的道理很正确，他会让我去想很多事情，让我去就让我学习了很多东西。对对对 ，RC 录音没错，那时候还有，但是蛮久了。他教我的各种东西，他教我的就是他开解我，他教我的东西，我到现在我还是非常非常的实用。非常实用，特别是其实到现在，虽然我说要思考，可是到现在我是有比以前进步，有去多角度思考，可是我有时候还是会单一的角度去想一件事情。对，不过如果我这个朋友没有教我这个东西的话，说不定我现在思考的东西比以前的还要更单一，跟更单一的方面。所以其实我真的是学到很多，学习很多东西就从这个朋友身上，而且他也是比我大，他年纪比我大2年左右，可是那时候我才可能17、18岁，他可能才19、20岁，然后他就教我这东西，就蛮感谢他，就是会这样愿意教我那么多。对，而且跟你们说，这个朋友是台湾的朋友哦，对，是台湾的朋友，我很感谢他，真的很感谢他。嗯，对。是因为 AVA， 是因为一个游戏，不好意思，是因为游戏，然后他就教我那么多东西，我都很感谢。很棒，没错，的确是。谢谢初风送的告白气球。游戏的观念，教我怎么打，教我说，哎，你要从别人的角度去想，去想他会，如果你是他的话，你会躲在哪里？然后我说，哦，我一定会躲在那，结果那边真的有敌人，哇，所以这个太棒了，他教我打游戏，然后还教完我打游戏之后，还教我人生道理，我就觉得真的是个超好的朋友。
草这个东西很适合大家去用。我现在还在学习这种东西，我还在一直学习中，因为我是一个想法比较固执，可是如果你是有道理，我一定会听进去的人，所以我要，我也还在学。你也想要成为那样的人，这样的人。可以的，嘎仔，你可以的。为什么我说你可以呢？因为我感觉到你是可以。可是有些人真的是不行。我只能说，硬要嘴炮，真的，我知道，可能有些人就是比较难成为这样子的人，比较难去思考别人的那种角度。可是我相信，反正谢谢圆滚滚的告白气球，没有，不要举例，就是比如说以前学校曾经遇到一个老师，我之前不是有讲过吗？就是可能我那时候是说，好像是昨天直播我有说过。有一种老师就硬要说啊，你一定要学习，你不读书你就没有很，你就没有未来什么的。我就觉得这种人你已经没办法跟他去，就是你已经没办法改变这个人他这个根深蒂固的想法了，所以你就算了，你就放弃他吧。但你就有些人是不会，是真的学不会。我是说的那个可能一辈子都没有遇到契机什么的，也是这样，也是可以这样说，他只是缺少一个机会或者是一个窍这样子。没错，契儿说的 agree to disagree 也是很重要的一环，没有说一定要说服别人。小易说你跟我没什么交流，对的。可是这种交流是不是一定需要的呢？可以是不需要，也是可以是需要的。国术虽然说可能你遇过很多这种人，可是除了去想别人以外，也要想想自己。这我没有要说什么，只是我们每天晚上可能就花个几分钟去想，去思考今天做了什么明天可能这样做会更好哦，就是反省，你就要除了想别人以外，也要想自己。想想
反省，没错。这怎么要聊到那么深入？因为刚刚在想那个，就是饭圈，还有可能讲到我以前的学习经历，然后突然就啊讲到这样子的话题。自己多去想，也要多去听，多去听别人觉得哦，你可以这样子会比较好哦，然后你就虽然说别人说的不一定全是对的，可是你也可以接纳一点点，就是接收一点点你没有想到的部分。小易，为什么不能到零？也是可以到零啊，因为你没有推我啊，所以我跟你交集可以是零，因为你没有推我，我也不会主动去接触你 ，OK？ 我没可能去看你直播，没可能去看你的 IG， 没可能去干嘛干嘛，除了要思考，也要，我昨天讲到要做任何事情要真诚，要善良，然后今天讲到的是要思考，这思考有这个换位思考，有思考自己 ，OK， 然后第四还有一个刚刚忘记想要讲什么。就是，多去聆听别人对自己的一些意见或者是想法，然后从而再改变自己一些不好的观念或者是比较错的观念。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觉得真诚是最重要的。可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不是，有一个比真诚低一点点的等级的，或者是跟真诚是可以平排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懂得分辨对错。知道什么事是对的，知道什么事是错的，明辨是非。不好意思，我一直在脑袋忘记这个东西要怎么讲的，可能就是要懂得分对错，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就是这样，没错。然后初心，你进这个 TTP 的时候。你犯 TTP 的时候，不管是偶像或者是粉丝，不好意思，我想梳头发，因为有点中分，有点丑。我讲这些正经东西的时候，中分有点这不正经，懂吗 ？OK， 就是呢，你犯这个 TTP 的时候，你是为了什么而犯的？你进去就是 TTP 的时候，你是为了什么进去 TTP 的？你要永远自己。要永远要记住自己当初的初衷，不要忘记，不要变质，不要变坏，要善良，善对所有的人跟事。然后每天，你不一定要每天感谢啦，反正就偶尔感谢一下也是可以，没有强迫你一定每天啊感谢感谢哦，好开心啊，每天好感谢哦，遇到 CTP 什么的，没有要你每天这样子，偶尔就好了。就是你会突然，你都会就是反正你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一个正确的想法，一个真诚的心，有去思考，有去反省，有去换位思考，多角度思考。你就会某一天，你在出门的时候，你抬起头来看到阳光，你就会就很舒服，那感觉就是你懂吗？我觉得你们都应该有过那个感觉，就是看到天空，你都心情好好，就啊，真的很突然就会很感谢啊，今天看了公演，心情真的很好，
今天看到我的偶像在舞台上面的表现啊，我真的很开心。看到你的偶像有成长有进步，你都也是很满足。这样子你就会活得比较开心，对，就会想着哦，虽然平常工作很累，可是突然来一个这么好的事情，然后突然阳光那么好，突然天气那么好，哇，你就会觉得人生真的是快乐的。虽然你以前就是很可能上班啊受了很多气很难过，可是当你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突然觉得好像一切都不重要，就是你会觉得人生是美妙的，这样活着真好。没错，每天遇到的一些难题，还有遇到一些快乐的事情，都是会让你成长，让你感觉到人生是美好，你就会觉得、哦、活着真好。嗯，没错。就算是你走路，就算是你走路你跌倒，你也会觉得哇，我感受到疼痛哎，哇，你也会很开心好不好？对啊，哎，我吃饭的时候我也有这个想法，对不对？突然很正向，觉得不适合你，不行，我要改变你。没有啦，开玩笑，不要尝试去改变别人，你就自己改变自己就好。嗯，我们要当一个带给大家正能量，然后正确观念，带给大家真诚，带给大家思考的一个人。对，突然就讲了很多所谓的人生道理，可是因为这种东西是我的朋友教我的，我也很想分享，我学习到的东西，对，就是这样，没错。你们有没有？如果你们要就是加入这个什么什么教的话，请汇款到这个账号，然后我们就可以诚邀你加入我们，然后每天都是哇，膜拜显得情绪白痴，跪拜还挺好。嗯，记得要多去想想老鼠会，笑死，一起就是分享一些，就没有啦，我今天只是想要分享我的，就是我的一些经历，对，不要吵架，不要让你们的恶魔打败你们，神教，你们可以神推，可是不要说我是个神教，分享我的汇款账号，我马上说你们是不是会汇款给我，请给我钱，有没有？记得要去结账哦，大家啊，不然我就不能破我的业绩，我都很难过。鸡汤台吗？不是啊，只是一个分享台。我今天讲东西讲的蛮乱的，我觉得。这有点小乱，希望你们不要介意。
话里面。嗯，可以了，听得懂就好，我觉得大家有听得懂就好。昨天的逻辑是待人真诚，什么话题都很严肃，很严肃吗？没有吧，我觉得很正向耶。昨天怎么了？啊，不是啊，隔壁台怎么了？隔壁是谁的台？什么什么都听。嗯，有听懂就好，懂了不懂，不懂。小弟会被温柔的人疗愈，所以你们可以温柔一点，不要不温柔，我不知道温柔的相反的字是什么。加油吧，大家加油。像那个啊，浩科，你知道浩科吗？就是那个绿巨人，绿巨人，就像那个绿巨人一样，当他遇到很温柔的那个他的女朋友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反正就是那个啦，女朋友啦。的时候，他会从一个很凶猛的绿巨人变回人类，就像那个一样。对 ，Hulk。等一下，不是浩科，你们叫浩科，我艾米。绿巨人，我刚刚说绿了，对不对？绿色，绿色 ，OK， 绿色，反正就是绿巨人，就是像他一样。当他遇到一个他喜欢的女生，一个温柔的女生，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把他的所有的脾气都压下来，就变成一个人，变回一个人，就像他一样，就是小弟也是会被温柔的人疗愈的。所以如果大家都问，像遇到国术，我都不会那么容易生气。OK， 谢谢大家，请当温柔的人，当会思考的人。真诚的人，善良的人，对，我也期待大家都可以找到疗愈的人。像我会被什么疗愈呢？我会被什么疗愈？国术是一个定时炸弹。如果你们还没有找到一个这样的人，请犯 TTP， 请推写地址。对啊啊，对对对，我会被果酱疗愈，我会被巧克力酱疗愈，我会被花生酱疗愈，最近是蜜糖。盖仔那么会讲话哦，最好是。好，相信你，就是对疗愈。疗愈你，推我啊！对
对了，我也最近好像有收到，不是收到，拍谁不是收到，就是我就开始有人发文发 report 了，谢谢大家。讲了之后，大家啊会在意我的话，哇，感谢，太开心。然后很开心，就是看到，就是主要也是表情方面，对。所以我动作方面我会努力，我努力。除了这个以外，我会其他方面我也希望同步成长，同步成长。可是这一次，其中一个比较突出，就是可能表情比较突出，比较有进步的，我也是蛮开心的。被逼的，被逼啦，没办法。因为我真的很想看大家的回馈、想法，还有大家的意见。我有水肿吧？我水肿了，我还是这样比较没那么肿啊。我变成海格了，你知道海格吗？那个哈利波特。好了，谢谢大家陪我。那。万事如意，心想事成。然后28号见，只剩三天不办，胖胖的。大家加油，我们加油，清淡一点，最近不要水肿。对。那个啦，哈利波特那个。那只鸟超可爱。好，我念牌。谢谢的，那个20名是柠檬，谢谢柠檬。19名是浩一，谢谢浩一。18名是李猫头，谢谢李猫头。17名是落日一笑笑，谢谢落日一笑笑。16名是快乐皮皮，谢谢快乐皮皮。15名是勇哥，谢谢勇哥。14名是五一，谢谢五一。13名是小叶，谢谢小叶。哎，你穿了生日 T， 我看到你穿了生日 T， 好开心哦！拿到生日 T， 大家都拿到生日 T， 我好开心。谢谢小叶。12名是罗文，哇，谢谢罗文。我知道罗文是谁哦，谢谢罗文，那个唱歌的吧，是吧？开玩笑啦。10名是嘿嘿，谢谢嘿嘿。10名是班长，谢谢班长。19名是 Darin， 谢谢 Darin。18名是 Joe， 谢谢 Joe。17名是 Happy Love， 谢谢 Happy Love。16名是初风，谢谢初风。15名是圣莹，谢谢圣莹。14名是 Andy Junior， 谢谢 Andy。13名是 Rest， 谢谢 Rest。2名是企鹅，谢谢企鹅。1名是圆滚滚，谢谢圆滚滚。啊，我刚刚看到，我还想说什么呢？就是，对，粉丝这种东西来来去去很多，我有时候可能会记不住大家，或者是可能突然又有掉粉了什么的。那毕竟这个不是我可以控制得了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现在觉得大家在自己会感到开心的地方留下来，就你们开心我都开心，对不对？像我昨天一样说的，你们开心我都开心。你们在哪里觉得被疗愈，在哪里觉得有欢乐，那你就待在哪里就好，就是你们舒服就好。你们开心什么都是最重要，比较重要的。对，就是如果你喜欢跟我嘴炮，你被我嘴炮得很开心，你可以继续待下来。你如果你们就是觉得可能觉得我变了，或者是哪里想法比较不一样了，可能比较不喜欢，你想要先
可能去别人的去推看别人，去试试看推看别人什么的，就觉得你们带着开心，我就开心。希望你们就是跟我一样，虽然是22岁的人生才刚开始，可是我觉得这可能是真的是因为年纪或者是经历多了，就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已经好像有些事情已经跟以前比起来已经不太重要了，心态会让你会影响你很多，所以你们的心态就初衷很重要，思考很重要，真诚很重要，希望大家当一个正诚善良会思考开心的人，健康的人，然后再见。